最新消息要带你来关心的是，最近因为大雨，苏花公路发生了塌方，提醒大家用路人注意。在苏花公路142公里这个地方，昨天晚上9点半左右发生了塌方的情形，结果造成了交通中断。五塔到汉本路段现在是双向封闭的，虽然在积极的抢修当中，不过预计最快恐怕也要到今天早上8点钟才有办法来抢通，要特别提醒用路人注意了。